大家好，我是董应昌。在多年的演奏、编曲与教学经验中，我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，当弹到一定程度之后，如何自己编曲？改编不是抓歌或采谱，所谓抓歌或采谱是把原本你听到的吉他一模一样弹出来。改编是具有创造性的，你必须让吉他像一支小型乐队一般，把旋律、和弦和节奏同时表现出来。改编是将流行歌曲或是其他乐器的演奏曲改成吉他来演奏，而这是有方法的。这次跟优塔合作的课程就是要告诉大家如何用逻辑的方法去编曲。我选定了两种比较明显的乐风来作为教学的范例。第一种是美式乡村风格，我会选定几个最简单的和弦，像是 C、Am、F、G7， 先教会大家伴奏，接着逐步加入和弦音和装饰音，最后加入主旋律，当中有一些特别的技巧，还有特别的按法，我也会一并介绍。第二种是爵士的风格，我们只是要把那种感觉和味道弹出来，并非真的要去演奏爵士乐。我同样也是选定几个简单的和弦，而且是开放和弦，来讲解 Walking Bass 是怎么样的原理，如何设计，如何写谱，跟如何填上主旋律。课程中我会改编好几首歌曲作为范例，而我所弹奏的每个细节你都可以经由下载得到乐谱。当然如果你在课程中有什么问题，我都可以在 Yota 上面回答你。希望在上完课之后你也能够轻松改编自己所喜欢的曲子。我是董应昌，这是我的吉他课。怎么加码？如果购课人数超过500人，那我就教乡村指弹经典名曲 Cannonball Rag。